当您手机放在一旁播放音乐时，您不需暂停活动或移动您的位置，即可在手表上操控手机音乐。长按 Down 键进入音乐控制界面，可以在此选择暂停音乐，继续播放音乐。下一首，或是进到选项，可以退回上一首，或是进行音量控制。现在您可以一边操控着音乐，一边专注于您的运动了。